金明春是中国吉林省汪清县远近闻名的相貌舞高手。嗯，咱们喊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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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就准备把那个，喊呐都是前列。跳相貌舞是当地朝鲜族流传下来的一项习俗。安贞焕是金明春的小徒弟，九岁的他练习相貌舞已经有大半年的时间了。对于相貌舞来说，甩动头上的相貌并不难，但想要配合脚步身法做出一系列眼花缭乱的高难度动作，不经过多年的苦练是无法实现的。相貌舞有着悠久的历史，是朝鲜族独具魅力的民族舞蹈。这门舞蹈艺术最为独特的部分是相貌，经过不断的改进和尝试，现在已经有羽毛、棉线和彩带等不同材质制作的相貌，除了美观，也更轻巧耐用。而在最早的时候，人们利用手头简易的材料制作出了第一顶相帽，葫芦相帽。把晒干的葫芦剖开后，将木质的圆轴固定在顶端，就成了简单耐用的帽子。而为了美观，把木质的彩色圆珠穿在铁丝上加以装饰，并在尾部绑上裁好的白色纸带，把做好的帽杆和帽子用线缠绕连接后，相帽就制作完成了。这是一种好像跟个옷을해입음으로써우리는백기민족，우리는태양이자손이다。古老的葫芦相貌虽然做法简单，但对于安贞焕这样的孩子来说，感受这样的传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。朝鲜族自古以农业种植为主，淳朴和勤劳也孕育出他们乐观和开朗的个性。朝鲜族人尤其喜爱歌舞，每年的秋收时节，人们为了感恩这片土地的回馈，都会举行隆重的仪式。敲响腰间的长鼓，晃动头上的相貌飘带，通宵达旦的跳舞以示庆祝。除了感谢上苍的庇佑，更是对人们一年来辛劳付出的慰问。相貌飘带的长度不同，相应的跳法也不同。一代代相貌舞艺人推陈出新，在传统的左右甩、平甩、立甩的基础上，创造出更富表现力的甩法。而难度体现在飘带的长度上，要把十几米长的飘带甩动，没有娴熟的技艺和刻苦的努力是不可能完成的。近年来，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关注，一大批年轻人爱上了这种舞蹈，更炫的舞姿、更丰富的表现形式，把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了新的舞台。相貌舞起源于生活，歌声和舞蹈里传递的是他们朴实的情感，而这些都是属于朝鲜族人对生活的独特感悟。相貌舞作为朝鲜族的传统文化，在2009年
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不论对于金明春还是安贞焕来说，他们都将继续把这门技艺传递下去，因为它记录和承载了朝鲜族的历史和文化。